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各位大菩萨们，我们今天很高兴有这个缘跟大家在这里见面。那么这个我今天呢要给大家要谈的一个问题呢是无常，有效面对生活。那么我们呢在佛的一个教化啊，特别是在从阿含藏开始呢，他就跟我们讲到说，生活实际上我们要很清楚的去领会到无常、苦、空、无我。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不断在变，潮流也不断在变，时代在变，生产的方式在变，整个的一个社会结构都在变，是无常。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无常里头，以一种执着的情染的啊、哦、那么一种态度呢去面对这个无常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苦啊、哦，我们一天生活里头面对很多无常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觉得怎么别人一定要对我怎么样才好，或者是觉得啊，我做事情一定要有怎么样才好的时候，是执着在那里的时候，那么我们在环境的适应上就会产生很多的困难，在整个的心情上也有很多的困难。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常的现象世界里头，无常。所以如果我们不起智慧，不用智慧来觉照，不用智慧来解决问题，不用智慧来面对这个无常变化的人生的话，那就会很苦。那苦是由急而来的，今天累积一点，明天累积一点，那么就会积很多的苦。那么一个人如果从小的时候积了很多的苦，苦的经验累积的很多，这个苦呢就是一种挫折感啊，或者是他有了很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受到一些创伤哈、啊、这累积的东西越多，那将来随着年纪增加，苦的情形会越来越厉害，到了年老的时候那会更苦啊。所以苦里头呢是由急而来的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生有苦啊，我们为了求生很苦，我们年老的时候也很苦。我现在是老人家啦啊，这个七十几岁的人，我慢慢知道老确实也是苦，不只是老苦，身体的劳苦，观念一直都老的时候，一直老下去的时候，苦不苦？苦苦苦。所以生老病苦不苦？很苦啊！啊，死苦不苦？死，不要以为死就死掉了，不是哎，要死的那一段时间很苦哎。我这个做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哦，我听到看到的这人哈、哦，这个。这个里面呢是真的是很苦的。所以生老病死，我们有很多的苦，
是面对着这无常，因为我们的身体也不断在变，整个环境也在变，我们周遭的人物社会都在变，所以是苦的啊。那么无常苦，你说是不是空呢？就现象界来讲了，是不是空呢？真的是空。我翻了一下我们的手册，我们有一部分的老师是退休的老师，我请问现在你退休了以后你还是老师吗？不是哦，没有在当老师。如果你还做，还有在做老师的工作，是老师哦。是你，我们以前是人家的子女，对，那是以前哦，父母亲都走了以后，我脑子我已经不再是子了，是不是？而且我可能变成叫阿公了，这角色都在变啊，环境在变，潮流在变，所以我们以前啊，这个有的人他事业做得很大，这个在要往生啊，他自己也知道时日不多。那我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他们怎么跟我讲呢？这些大企业家、大成就的人怎么跟我讲呢？老师，我实在是很不甘，也咽不下这口气。我说，你说说看，怎么咽不下这口气呢？我有牧师来劝我，有法师来劝我，有你们心里的人来劝我。劝有什么用？我今年才60岁，然后就要我死，我当然很不甘愿啊。他一直劝我的人生到现在，我才刚刚开展得出美好的人生，现在我变成马上要面对什么都没有。我说并不是都没有，只不过是那些东西啊，不管怎么样，你赚多少钱一定有人帮你用，你多大的事业一定有人帮忙你继续延续，但是呢，你呢真的必须要拍拍手啊。他说就是这件事情我看不开啊，我这么努力一辈子，怎么现在两手空空呢？我跟他讲说不空。为什么不空？我说你帮助了很多的人就业，为国家的经济做了很多的贡献，你做了很多的智慧去帮助这个社会各方面经济的发展，这些东西呢是你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你的智慧仍然，你的慈悲心，你的慈悲喜舍还在，所以你只要一念啊觉醒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放下，以你的智慧，你就可以看你是要到这个天国去呢，还是要到极乐净土去呢，还是要到哪里去，你就能够放下，就可以面对。他说有这种事情吗？我说有啊，怎么会没有？你以前努力的这些动作就叫功德啊。我说你比较倾向于哪一个，这个哪一条路？我比较倾向于这个佛教佛法。我说那么我们，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念佛，用现在的手机来讲，就给他拉一上，那拉一上或者是 WiFi 上了，那么我们随时也有一天没过多久，我们放下来以后，我们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马上连线，阿弥陀佛的化身或者观音菩萨、释迦菩萨的化身来跟我们相应，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不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只是来这个地方一趟旅游而已啊。我们人生很像来一趟旅游，你出去旅游一趟完了以后，是不是该回家？还是一直在旅游上点嘛弄留恋在外头流连？那就叫做轮回啊。我从小学佛，7岁，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学佛。然后，这个我高中开始很严格的开始，打坐素食啊。我是
这个星云大师呢，在宜兰林氏的这个的学生。那时候我七岁学佛，今年已经74岁了。我学佛的时间蛮长的，但是我打坐，我念佛，但是我的人生也有很多的奋斗，很多的努力，但是我真的随着年龄越大，我真的了解到佛告诉我们的人生真的像一趟旅行，旅行完了以后，而且要有一个美好的旅行才可以啊。那么人生很像一出戏，但一定要演一出好戏，不要演一出烂戏啊。我们在戏台上，我们演了一出，我们在演戏，你说我演的不管是啊苦难呢，或者是我演的啊是悲剧英雄呢，我演的是皇帝还是员外呢，但是我演的这个角色我演得非常好，虽然是一个苦难，我还是演得非常好。而且我一下演完了又一下了舞台呢，跟我的演剧的这些当然马上就怎么样，我刚刚演得不错吧，是啊，你演得很动人啊，喝一点水又上来又演。但是你要回家的时候，是不是要把你的脸谱给拿下来洗掉，是不是要把你的戏袍子也换下来，换成你原来的束缚。如果我们这个脸谱也不放下来，穿着这个戏袍，然后你从戏台子下来以后回家，你在路上走，大家看了都觉得很好笑，不止很好笑，也躲你躲得远远的，觉得是个是什么玩意呢？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人间来这里真的是像戏，像一趟旅行啊，但是也很像做了一个梦，梦醒了。能回去，不管做什么梦都一样。那么它是无常的，是苦，是空，是无我。我们以为有一个我在人间里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父母亲给我们取一个名字，像我的名字叫郑时言，因为我生在郑家，所以就变成郑姓。然后呢有一个时言，为什么取时言呢？我的祖父呢，他要取名字的时候想一想，我的哥哥叫时间，那我就叫时言，所以我的弟弟叫时山，通通通叫九桃离离扣扣啊，就这样变成我的名字啦。可是如果有人赞赏我郑时言你好乖，我就很高兴，你讲着你很笨我就不高兴，这个我是不是执着在那个地方呢？所以别人不止如此，别人用眼睛瞪你一下，你也觉得很不舒服。大一点的话，你是在看啥？唔把心唔知。我们的我执着在这个地方，贪嗔痴慢疑邪见就跟着来。这个人生呢，他告诉我们无常、苦、空、无我，没有为什么。有一天你要回去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名字，而是什么？而是我们一个永恒存在的佛性，那个佛性佛告诉我们叫无量寿。所以为什么叫无量寿佛呢？为什么在啊这个涅槃经里头呢还特别给我们点到这个问题，说你本来就是无量寿，无量寿就是永恒存在的这个佛性。如果你回到那个佛性的时候，那个世界比这个现象世界的无常苦空无我要美好的多，要祥和的多。这件事情呢，你也许会这么想说，老师，这个东西呢佛法这么说，可是跟现在的科技我们没有办法，不能整合，科技是没有碰到这个事情。但是各位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科学的发展，那么爱因斯坦呢，那么这个他呢，这个开启的所谓量子物理的这个世界，爱因斯坦呢，他告诉我们，啊，他在相对论里头告诉他说，我们的现象世界所有的认知，所有的我们生活在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世界里头，我们都是互相比较，然后产生
种种的观念，产生我们的看法。我们觉得一年那是看着啊，我们绕太阳一周来建立的，是相对比较的。我们的啊，地球自转啊，那么我们说它叫一天，那么我们说月亮呢，那么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称它叫做一个月。我们人我之间的比较高下、好坏得失，其实是互相比较所产生的啊。所以你比较有多的钱，我比较有少的钱，我不如你，对，你那是比较产生的。但事实上佛告诉我们，你有很多钱，你要懂得觉悟啊，去生活。你穷一点，要再穷你的生活；他长得英俊一点，在英俊中也要懂得在那里生活。哎，我长得丑一点，我在丑里头，为什么白白要睡的丢？我们也在那里也会领受到这种啊生活的一个法喜。那么，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呢，佛就告诉我们：你能够了解，先认识这个东西。用爱因斯坦的观念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啊，这个来看看的话，说这个整个的世界、宇宙啊，甚至于所谓宇宙大爆炸所形成的林林种种，乃至于各种不同的有情众生，或者是山河大地所形成的这些东西，其实它本来是无，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所产生的啊种种的这些现象。量子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这整个的宇宙根本就是一个最维系的粒子，是一个空。这个空，它们组合，那有这个环子，有信子，有光子。环子里头有质子、电子、中子，然后呢，经过势的作用，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啊有情的生命，跟这个产生了这些山河大地。我们来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像我们小朋友哈在玩加加酒一样哈，我们就把它揉一揉，加加酒拌个什么戏拌一拌，但这些东西要走着说又把它拆一拆，又回到啊没有，确实是这个样子哦。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回到原来的，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没有中间，也没有旁边，他说那就是空。但是有好多的量子物理学家就告诉我们，他说那个空的那一个存在，比我们这个现象世界无常变化要祥和的多，要美好的多，要法喜充满的多。这是有一部分的量子物理学家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佛法就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佛法告诉我们，世间出世间是不二的。你来世间里头虽然无常，但是你要在无常里头要起常的无量寿的那个般若来觉照，让你在这边也能够活得，不管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一定要活得美好。这个部分呢，在《妙法莲华经》里头啊，他很清楚的佛告诉我们啊，尤其是药草玉品这品经里头，他告诉我们，他说每一个人有情众生，乃至于每一个人，不管是上根的、中根的、下根的啊，这些各种花草树木，法雨下来的时候，就是佛的教化，法雨下来的时候，这些下来了以后呢，得到的滋润，不管是上根、中根、下根，通通都繁茂，不止繁茂，都在那里花果复实，都开启它的花，都在那里觉得它的完美。所以我们觉得啊，杜鹃花很美啊，这个玫瑰花很美，但是我们看看那个炸浆草花小小的，其实你注意看，它也很美。我在小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在啊，穷乡僻壤的宜兰的枕头山，在山上长大的小孩子，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坐在那个地方看，连一只蚂蚁，我觉得蚂蚁都在跟我微笑，真是这样哎！我拿起那个炸浆草花出来看，我觉得每一株炸浆草花都在开启着欢笑。所以，虽然穷困，我是要受很多的啊，这个整个我的生涯的一个开展哈。在读书，在我的发展上，我要做很多的啊，
这个工作哈，而且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哈。稍稍到大了一点了以后，那做这个小小的小林麦啊，然后做小批发啊。我高二的时候就做大批发，到台北的这个批发市场去做大批发。你说你一定会觉得很奇特，你边让上学怎么边做生意？我就是这个样子，早上起来把货带出去卖，卖完了以后再进学校。等到我做大批发的时候，我就到各地去收购，然后送到台北。寒暑假的时候，我就在台北做大批发。我学会很多东西，无常变化，但是我觉得我总是很正向的，在那个地方学习。那么我今天一开始要解释这个无常这个问题，就世间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但是你一定要用有常的那个观点来看这个无常变化的现象世界，那你一定会很失望，会很苦，是不是？而且有常变化的里头呢，只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去要把它恒常的，要把它把握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会啊，这个觉得不止苦啊，而且你会落空，而且连我这件事情到最后都是无我。有人问我说，这个郑老师，你现在几岁？我说七十几啊，怎么样呢？他说我看你还很年轻。我说谢谢你的夸奖，但是我知道我就是七十四岁的人，但是有一天我也必须要离开，这出戏也要演完啊。那么所以我们面对这个无常里头，佛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到人间来，你一定要成为一位觉者，觉悟的觉，产生般若智慧来觉照这个无常变无常苦空无我的人生，你才会过得好，你的人生才会过得好。但是过得好了以后，不是执着在那个地方，你也要看清楚为什么，就是回头是岸。有一天你生病过完了以后，回头一看，知道怎么样？知道无量寿的那个如来法界。所以华严大教华严经啊，那么在华严经里头呢，谈到了如如这两个字啊。那么这如如这两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如如这两个字，一个是如所从来，一个是无所从来，啊，如所从来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怎么样要面对现实，面对真实，把事情看清楚，而且不管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都能够怎么样在那里开启智慧来觉照，好好的生活。但是到最后，我们怎么样会回到无所从来？我们本来就是无量寿，就是如来法界的一份子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也可以了解说，《妙法莲华经》佛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啊，舍利佛呢突然间觉悟说：“啊，佛啊，我现在才知道我本来就是佛。”他很开心，佛跟他讲说：“善哉，善哉，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是那如来法界，就是无所从来的那个如来法界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叫做无，又称为叫做无量寿佛。你应该了解这个事情。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谈无常有效面对生活呢，那我要在这个地方把这无常两个字再把它讲个清楚一点。我们的现象世界里头是无常变化，没有错。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佛性的常，那个永恒的佛性来觉照。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但是我用我们的佛性，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这个无量寿的这个佛性呢，觉性呢，来觉照的时候，那么它对于各种不同现象界的变化，它是不是起无量心？其无量是不是一种无常呢？对，现象界无常，我们对于每一件东西的用我们恒常的如来法性来觉照，产生各个不同，在任何一个时间啊地点，我们产生不同的觉悟，不同的这个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回应，不同的调适啊。所以
常与无常这个地方呢，我们应该这么讲说，就现象界来讲，现象界无常，但是呢，就我们的佛性来讲是常，但佛性一起作用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觉照现象界的无常，所以佛性呢，无量无边的变化，可以无量无边的作用是无量无边，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是不二的，所以智彻禅师呢，跟他的老师呢，那么六祖慧能呢，谈过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他也在这个地方完全的开悟，所以他写了一个句子，这么讲，他说：“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我们常常守在啊现象界里头的无常里头，啊，让我没有智慧去觉照它，所以我会觉得没有办法适应这个这么环境不断的变化，啊。那么佛却告诉我们一个有恒常的佛性，这个佛性来跟这个无常的觉照来谈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产生真正无量无边的智慧。所以不知方便者，由春持舍实力。就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个活泼运用的话，就好像在春天的美丽的池塘，好像这个美好的那种池塘，像日月潭啊，那美好的到旁边去捡，本来在那个地方春池应该在那地方捡到宝才对，结果捡到什么，在那捡到一个小石头，而不懂得在这个地方真正捡到了这个至宝一样的。那么好，所以佛经里头常常常即是无常，无常即是常。现在你要了解，常是指无量寿的永恒的那个常，即是无常，他在活用的时候是无常，是不是？可是无常的人间生活里头，必须要怎么样？永远记得我们有一个恒常的如来法界，我们要懂得回家。常即无常，无常即常。现在这么说来的话，常与无常，现在我们谈到，我们既在生活当中，我们要面对无常，我们也活泼运用常，让我们在无常的世界里头能够适应的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在人间里头好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也从在那看到了真正开启的如来妙心。我们用这样一个来看，先把它解释无常。那么所以能懂得常与无常，能够把常活泼运用成无常，来解决我们的无常变化的这个现象世界里头的生活，我们才是真正觉者，是一个觉有情的菩萨啊。那么这个觉有情的菩萨，那个真正的如来的那个核心呢，就叫做这个毗卢遮那佛，他就是叫做法身佛啊。有这个法身佛，他就是我们真正的般若智慧，然后才产生什么报身佛。可是有了报身佛，我们在人生每一个人在生活环境不懂变化里头，那叫化身佛。我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清醒觉察，那叫化身佛。各位，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无论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婚姻、健康，乃至于待人接物各个林林种种里头，我们是不是要在那个地方啊，真正扮演的千百亿化身，当一个活菩萨，然后呢，我们也在那个地方真正形成我们的报身。我们将来，我们因为有禅、有净的法门啊，有密的法门啊，那么有天台、有华严各种不同的教门，我们接触到那一个，回到那个如来法界。所以佛是告诉我们，我们生活里头，即使在人间，我们也同时没有忘掉那个如来法界，而不是只有一出去旅行了以后就在那里哈连回不知道回来。我在七岁开始去学佛，那么以前呢，我的童年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叫做儿童班啊。当时呢，这个我在雷音寺的时候学佛的时候，妈妈他们呢，这个去听经或者是参加法会啊，这些小孩子就在那跑来跑去啊，
星云大师呢就想出一个点子，就是把这些小孩子，有带小孩子去，把小孩子集在一起，这就变成他所谓的儿童班。哎，也教我们一点学佛，也教我们一点怎么样。但是我这个前天呢，我到上海去演讲，然后呢也跟老师跟这个小朋友们呢也跟他们谈到这个事情。我说我在儿童班的时候，这个老师呢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太阳，对一个很光亮觉照的那个力量，那个智慧啊，所以它就是太阳觉照啊。所以如果我们晚上没有太阳又没有灯的时候，我们可能啊会跌倒，会撞墙，会产生很多的错误。那么所以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歌，那首歌后来我从没有听到人，没有人在唱。最近我突然间，后来我脑子里都常常想到这首歌，最近我才真的把它唱给大家听。你想不想听我唱给你听？我真正在公开的场合是这一次哈，去上海演讲的时候我才唱给大家听的。它很短，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很有意思。这个哈，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哈大日如来哈，我们有这个光来觉照。他这个老师教我们是这样：请听听听我唱，早晨起来看太阳。请听听听我唱，早晨起来看太阳。你会唱这首歌吗？会唱人不多，但是呢这首歌很短，这童歌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我们啊时时刻刻早上起来就应该保持我们心有自己心中的太阳。后来我本来是做生意的啊，我生意也做到台南来了啊，我高中毕业又生意也做到台南关庙这边，我啊就这个彰化哈新竹我都去啊。后来我又去念书了，我念书原来是因为有好多长辈哈，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到关庙来，那么这关庙来进货的时候，谈完了生意完了以后，这个一位阿伯呢，那阿伯就跟我讲，他说：“嘿，囡仔人，我跟你讲一个无输赢。”他说：“我跟你讲，没有输赢，也不是批评的意思，你。”这么清秀的人为什么不去读书跑来这里做这种生意呢？我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高中毕业我根本没有想到要练书的。我说不过我已经有练了，我高中毕业了已经很好了。他说不，你应该继续去练书，你啊、哦、将来会很好。我谢谢他，我还是做我的生意。无独有偶，哎，有一次我的缘常常觉得缘怎么这么奇特。有一次啊，这个我到新竹啊，这个去进碰柑啊，那么也是一样，货谈完了以后，一个呢，那这个长辈呢，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么清秀的人，怎么来做这个做生意呢？应该再回去念书。”那一次在讲完了以后，我说：“无独有偶，我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所以我说：“好吧，那再来，我就来考考看。”当时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商学院的，哎，我进了政大以后，我后来发现，既然再来练，回来练书哈，嗯，我看来练一个不一样的哈，这才是，要不然我就好好做我的生意就好了，所以我才转来练教育心理。后来我专攻做心理学跟啊心理諮商这个领域的东西。那我在做这个东西，我就自然而然，我不断的在读这个佛经，不断的在修行。我也跟我们这个十方的长老学哈、啊，所以静心长老，我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接触参拜过他。啊，所以呢，我慢慢的呢，我发觉把佛法用到心理学、諮商教育里头，然后把这个东西在觉照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
反而在我们的修行反而非常好。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我真正才领会到，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世界里头的那一个法身佛，那个毗卢遮那佛，那个大日如来呢？那个当如来如果能够觉照的话，那就是真正是啊，我们的人生时时刻刻都是亮丽。就是有一天我就是已经要走了，我这个大日如来还是觉照的话，我们的路是光明的，是不是这样子呢？啊，所以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啊，以前啊，在这个童年的时候唱的这首歌，但这首歌在学校以后没有人再唱，但是我竟然永远，因为每一次去都是唱这首歌，老师也跟我们讲，我们有心中有一个太阳，所以还会跳舞，还会表演，所以请听听。听我唱，早晨起来看太阳，请听听，听我唱，早晨起来看太阳。我的心中一直都有太阳。我后来在做研究，这个心理跟研究之上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啊，郑新雄博士，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我们的心理智商才刚在起步，我们没有足够的这个个案啊资料可以参考。他告诉我说，我建议你好好的去读一些传记，从传记里头当做 case study。所以我就读了好多的传记，中国人的传记西洋，但是我读完了以后，我发觉。我有一天跟他讨论，我说：“老师，中国人写的传记跟西洋人写的传记不一样。”他说：“哪一点不一样？”中国人写传记，写完了以后，有很多道德上的欠缩在那个地方，都是写的，很容易就开悟的那个部分。但是西洋人呢，也是有讲开悟的，但是他没有讲，他写那个。开悟的那个事件，他的挫败，他内心里头当时所产生的那个事件，他说：“那你就把这两个东西一起啊，你不要偏你一边啊，他应该是一而不是二，最好是这样。”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觉得西洋的，我们中文的？”他就问我：“你能不能讲一个东西？”他说：“我们中国的是这样子，人家。”在河边玩，在溪水玩，看到鱼在走的时候，所以逆水而上；看到这个水呢，就逆水行舟。那他就问我说：“那西洋的呢？”我说：“西洋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他说：“他问我说，那你说说看呢？”我说：“哈，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对汽车工业贡献很大的。”啊，这个那个李艾科卡啊，那时候他的传记呢，这个他的传记已经全世界大家都已经，我说就拿这个啊李艾科卡的这个人来说的话，他说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苦难，不止苦难，就是说他被同学霸凌啦，或者是被人家瞧不起啦啊。对，他碰到这些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在他的一个人，他的父亲呢就跟他讲，他说这种事情被人家霸凌，你只要心里头啊，心中要有一个太阳去觉照，不要以为自己被霸凌了，但是你要在那当学习，你不要霸凌别人，而且你要了解别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霸凌的这种行为，啊，然后其实你应该多用脑筋去把事情觉照看清楚。然后他跟他讲，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他的错误或者障碍里头，用他心中的有一个太阳去觉照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看出那个答案。他跟我讲，他说，对，我们。这个东方的文化比较重视这个德行的直接接受，但西洋人他比较重视对一件事情的觉悟、
觉察那个地方来看，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有的人可能用这种方法，他行为会改变；有的人可能用这种方法会改变。但是我后来在看很多的传记里头，我发现一个人心中的那个太阳，真的一旦他能够这个照亮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环境怎么样变化，他看到的都是光明。但是呢，如果这个太阳不出来，就是很顺的很好的环境给他，他也会一片黑暗。所以你会看到很好的家庭里都会养出啊，就是也不肯工作也不肯上进这样子的这个妈宝爸宝这一类的人。但是呢，欸，你可以看得到有的人他就啊，你看起来都很明理，很懂得上进，所以他心中里头有了这个太阳。我觉得佛法里头告诉我们的那个心中的太阳，其实就是我们的法身佛。有了它，我们才觉照这世间跟出世间这一切的现象。那么现在，我只是把无常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恒常的无量寿，但这个无量寿哪来照亮在无常变化里头？所以我们会发觉那个法身佛，它有无常的无相的功能。可是在这个无常变化的人生里头，如果我们执着在无常的，我们就变成苦，变成无常、苦、空、无我啊。所以当我们觉照它了以后，就产生了常乐我净。我可以看到永恒的常，我也在人世间里头不管怎么的变化，我都能够用啊光明的觉照来觉照它常。我变得法喜充满乐，我现在看到真正的我，那个我是无量寿的我，而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名字的这个现象界的这个我。净是我内心里头开始清净，这个清净我看到了如来法界。好，现在我把这个无常常之间把它讲完了以后，事出世间法不二以后，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要看啊，这个有效面对生活这件事情啊，就很有意义了。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的手册里头，我们看到了啊，一谈到了这个做人生的贵人，做自己的主人，在这里我们要谈到这个我们有效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啊。现在我的讲义哈，我的 PowerPoint 现在才开始的。我们这个大环境是不是一直都在改变呢？变得非常的厉害。我这一次呢，这个去演讲，我碰到了一位大企业家，啊，大陆的大企业家。那么，这个他跟我聊起来，跟我谈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有虔诚的佛法的这个信仰，然后佛教的信仰。但是呢，他是一个大企业家，他跟我谈到，他问我说：“我知道你的经验非常丰富，我请问，我怎么样去面对我这个大的企业未来的发展？”我跟他说：“你对这个变化一定比我多，但是呢，我虽然啊，我做多一点小生意。”我啊，也参与过这个台湾的科技发展的这个整个策划计划工作啊，我看过世界各地的一些东西，没有错，但是我没有你在你本业里头的那么那个精。但是你既然跟我谈到这里，我想告诉你的是，今天变化最大的就是数位化的这个时代。但是这个数位化往上呢，就产生了所谓的机器人这个问题，从 AI 发展到机器人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变成了我们的数位化的时代里头，我们整个生活会全部都变掉，而且啊，在你的产品上变化也很大，生产的整个的步骤也都不一样，你将来要找的人啊，会变成这个职位会变得比较少，但是呢，必须要更有这个能耐的人来做。所以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呢，应该是会变化的蛮大的。所以我们说这个 digital 啊，这个时代里头，
但对时代的人，尤其是现在年轻的这一代，我们称它叫做 digital native 啊，就是原住民，他是生下来就住在这个世界。那像我们这种老人家是新移民，因为我一直到40几岁才接触到这个使用这个电脑，可是我的小孩子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那正大的时候，那个时候电脑教室使用的那个电脑叫计算机的，这个计算机呢是两个，一个教室大那么大，整部都是用那个真空管，当时用这样子做的啊，所以，但是后来很快的就发展变成了啊，这个在我接触到真正啊，这个我们比较现代化的电脑是到了40几岁、50岁了，所以我是一个新移民。但是呢，我的小孩子他们在念国民小学的时候，他们呢已经开始在使用，在教电脑了啊，所以他呢就是叫做原住民，他一生下来就是原住民，所以叫 digital native。那好，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今天啊，国民小学、中学啊，甚至于到大学的这些学生，在一个完全数位化的世界，他们的沟通跟我们都称它叫做啊，这个虚拟化。所以这个虚拟化呢，啊，叫 virtual reality。我们什么事情啊，我们教给他很多，他思考了很多。整个社会好多的东西呢都在变化，连工作都在变化。你知道，你没有使用这个资讯的这个习惯的话，以后你要去坐飞机都会有困难。为什么？你到机场去的时候，或者你在家里要先网络先定位，你到机场的时候马上啊，这个你买了机票马上就可以定位，然后你才进那个原来换位的那个人那个地方。你先有定位，要不然的话好多位置都被人家定光，是不是啊？所以它真的变化很大。你到一个地方去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好好的这个方式呢也是很大的改变，消费的行为方式也在改变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变化这么大的时候，经济生活啊完全的啊，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原住民，这个尤其是现在大学往下的这些孩子，他们一直在网络上生活，他们实际上生活的经验相对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他是用电脑，而不是真正用人与人之间可以用直接面对面，包括表情、语言，包括啊他在生活经验里头的这些东西。不过，而且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叫做 experience based learning 的部分，相对越来越少，叫做体验性的学习或者经验性的学习 experience based learning 这个部分变成减少了。小孩子回来，你给我好好读书就好，他不必做帮忙做家事，也不必做什么啊，就是在农家也是一样，好好读书，这什么事情我们做完了，我们的稻子割下来，我们送到这个整个的一个自动化作业里头去把它烘出来，不是像以前在家里自己做啊，而且到最后我们会的那个用摇的哈、啊、来把它排哈 啊这东西弄掉，种种的东西都不一样。甚至于再早一点，我小的时候呢是用晒的那个时代。那么以前大部分都是经验的本位的东西，但是其实你已经进入到数位化时代里头，数位化重要没有错，可是你太多在这上面的时候，我们只剩下一些知性的一点观念。你说在资讯世界里头，你可以说把观念弄清楚，我可以考试好了，我可以考试，你叫这个小孩子说你去煮我们蔬菜，如果要烫一个蔬菜应该怎么烫，你啊起来以后应该要怎么样做啊，拌一点什么佐料，你跟他讲完了以后，你叫他去啊烫个蔬菜，然后把它拌出来端出来，看他会不会，他的经验的部分他很少啊。所以这个小孩子也比较少真正待人接物的那些活动相对减少。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跟很多人讲，我说你一定要让你的小孩子啊，这个
虽然在今天就这样，那么礼拜六礼拜天或者暑假寒假有机会怎么样，你要带他去参观，到农家去参观，到果园里头去参观，然后呢你也有机会啊，这个如果可能的话啊，这个不止参观，而且让他在那当坐一坐。而且我非常鼓励说，家长一定要跟小孩子啊，念大学的时候，念中学大，尽量多跟老师呢，帮忙老师做一点研究实验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对他未来的视野，为他对他自己的经验学习帮助很大。而且在家里里头啊，做菜啊，什么东西啊，都应该有一些经验本位的学习。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这个成长的这个大环境是一个数位化的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的困难。那么他出去了以后，他有很多的东西他比较不能够适应，所以又加上出去了以后，这整个资讯化的社会里的竞争比较厉害，人与人之间哈，那么这个变成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所以我们发现年轻人有比较多的一些这个焦虑的这个资讯化时代。那么由于这个社会啊变迁太快了啊，有好多的，目前我们已经面对到啊，说以前推估呢，说到了2020年的时候，现在呢也差不多真的是在应验这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他在能力上发展，前面的那20%的人啊，跟后面那20%的人，前面那20%的人呢，他的生产力呢？可以达到60%，也就是说60%的钱他们赚走了。后面20%的那的人呢，他们可能会慢慢的20%只剩下2%啊左右啊。那现在呢，其实美国也开始在注意这个问题，所以美国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讨论一个东西，叫未来教育。他们的目标呢是定在2030年以后，这个社会变迁快速变迁所产生的那个现象，而小教育上必须，无论是从老师或者是从教学的内容，必须要同时呢要做一些调整。如果不调整的话，将来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啊，那么这样一个情形呢，这个我们这个可以了解到说，这个快速的社会变迁，并且影响会很大，可是我们偏偏却同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快速的变迁以后，适应这个环境应该是越来越不容易才对，而且应该花更多的心血。我们除了在这个所谓的数位化的这个环境长大学习之外，我们还要一件事情，我们还要注意这个经验本位的这个部分的学习。但是现在大部分，慢慢的经验本位的学习的部分慢慢的被疏忽了，那么所以将来可能我们会面临的温室化教育的危机，因为你只要好好给我念书，我好好的东西通通都给你，越来越温室化。而这个温室化呢，是的，这个长大了以后呢，要去面对其实这个数位化的这个时代呢，挑战性也很大，困难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却在这个地方产生了这些问题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的一些这个心理学家跟教育学家，他们开始注意到说，过去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就是过去的小孩子主动性啊，成长的人主动性比较好。在座每一个老师，我看起来你的年龄，不管你是啊老年期或者是壮年期，或者是中年期，我觉得你的主动性都很好。你不是主动性很好，你就不会来这里啊参与这个啊这个佛法的这个研讨会。那你知道现在呢，就是被动的这个学习一直下来以后呢，却也产生人格上很大的改变。这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以前的啊人呢，他比较，他的性格上的特质比较爱我，主动性比较好，但是现在的小孩子性格学里啊，
并不是所有的小孩子都这样，有的小孩子爱还是很好，但是咪性格的人越来越多，整个的一个社会咪哈的性格，所以你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里头，你给我什么？你有没有给我什么？你这个让我什么机会？你怎么？你有什么照顾我？你有什么给我方便？所以现在的人，你用英语来看他，你就知道，他讲他说，他每天想着现在的人 take care of me。Love me, give me, help me, 都是 me 哦。连大人哈，在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 take care of me, love me, give me, help me, 都是 me 哦。所以 non me 的性格很重。那爱的这个部分呢，不是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社会，我爱我的工作，那个都是一个爱。他慢慢跑到 me 来。那么现在呢，这个所谓。数位化原住民呢，密的成分呢比较多。那我们发现，这些人里头，爱比较主动性比较好的这些人，未来适应比较好，生活的也比较好，不管什么，但不同的行业他会开展的比较好。那个密的人呢，整天都是在挑剔，就是他的这个整个性格发展就比较错啊。所以现在我前。部分谈佛法，谈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啊，咪世代啊，那么因为性格上比较咪，并不是所有人都变咪了。但是咪的人如果越来越多，这个社会就会咪咪冒冒，是不是？咪咪冒冒台语，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么叫咪咪冒冒，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爱，我们中文来讲呢，都是我，都是我，这两个。主格受格就是在文法里头我们有，但是那个我同一个我，但是慢慢的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这个密的性格越来越严重的话，就会有很多的问题的。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教育跟社会的一个趋势里头，照顾的多啊，密的部分价值越来越高，人的性格密都会比较厉害啊，所以。下一堂课我简单会给各位介绍了解密这个性格，然后这跟修行是会很有关系的。其实爱跟密必须要怎么样，要平衡才可以，是不是？我们有爱也要有密，有密也要有爱，是不是？但是当性格慢慢偏移到密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哦、社会上的发展上的一些问题啊，就会出现。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圆满休息15分钟，我们再回来。阿弥陀佛。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